对，迄个。啥？什么？我一张卡片会当翕五十分，哦，四张。快来来来，我先走了。你要先走。这是第四张了，呀，晚上我回去了。确定哈？可是我没有带什么短裤什么的。那你长裤就会赢我啦、啊！你打长裤就会赢我，就很好了。还有，你穿长裤就会赢我，不需要穿短裤。一定要穿，不能穿。突然间我就，化完妆就这样子，一定要穿，不能不穿了、啊。我等一下上完课我就直接过去。好啊好啊，我会去啊，我会去啊。你约几点去？等一下。等一下我去吃个饭，等一下去吃，好、哦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六点半以后，确定哈？对，确定。不要放我到时候，不会，不会，我们家没有养鸽子，现在有禽流感。好了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我们第一个静野，静野地堡。哎，怕不怕？哎，我怕不怕？地堡，你叫叫来搞啊的。因为我也很喜欢跟他们讲，很惯。他们讲有练球很好练，速度很快。终于，一场梦多哈，麦克拍掉对吧？今年总会做好，我到今天最累的人是宋在生，打最多场，恭喜黄志强，黄志强害的，黄志强害，今天我要打拍布来，我以为拍他掉嘛，我没输下，都输呀，一波球啊，一第一届个王，叫黄志强算别个啦，啊第二届个黄志强算别个。多打大概四场，他如果不是在拍，如果在胜部的话，应该不用打这么多场。他来去球队锻炼吗？哎，他好棒的。他卖画家，画家昨天啊受伤了，对吧？我好喜欢受伤啊，他一秒最有面后影。哎呀，八比三，八比四，应该结束了。来个，什么名？明年快加多啊！哇，get over！